猴子的话现在炸撸，注意猴子啊，注意猴子，注意猴子，注意猴子，哎对，注意猴子，不着急不着急啊，不着急，带走了猴子，带走了啊，上去没事没事，攻击速度就移动速度就有一个这个好处啊，就直接大刀给他弄死他，搞波 Q 啊，又来个人，又来个送死的，没事没事，来再来个技能，哎这个我感觉能拿五杀，真的我能感觉能拿五杀，五杀第二个五杀，今天后羿拿了五杀，什么段位，钻石的钻石的钻石的